接下来是我们的模特要登场了。好，来模特准备一下，胖丫一起滑，来一起听听看是什么样的音乐响起来。第二段音乐响起了，顺拐了，他们俩就没有在一起过。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，如何才能找到我？刚才我注意到一个细节，就是巫启华大哥和胖丫深情准备要走到一起的时候，杨冰就举起了他手中的那个大锅。对，哎呀，我以为杨冰终于爷们一会儿要上来了，结果呢，结果自己把自己脸挡上了。那更可气的，胖丫根本就没惯病，让我们倒带再看一把当时的情景。你干哈？好的。